岁多他就开始喜欢画漫画，后来慢慢的就自己喜欢临摹照片，等到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对那个速写临摹就是特别感兴趣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受外婆的影响，因为外婆是画国画的，然后平常也没教他，他是比较喜欢国外的那些绘画风格，平常我们放假的时候就会每天都出去，因为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玩嘛，也是一种乐趣，我们也没有给他压力，没有给他要求，一般是两到三个小时，然后画两到三幅画，速写大概有100多幅画，他想当插画家。